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，但是我过去十多年来，就说一直参与在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敬拜侍奉里面。可是我后来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带领敬拜，这个似乎是一个专有名词。当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又回过头去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的敬拜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，甚至所谓的大卫帐幕，你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他是神所喜悦的。那大卫为神做了一件我觉得是很美的事情，就是他筛选人，安排各样的乐手，安排各样的歌手，在这个帐幕里面专注的24小时，日夜交替的不断的敬拜神。我觉得这是大卫的心，我觉得这很美，他为上帝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，曾几何时，跟着世代，或者是不管是乐器的衍生，或者是各样的技巧出现，曾几何时我们变成需要别人带我们敬拜，我们才能敬拜。什么时候所有的东西已经变成我们需要看着某一个人，或是看着舞台上的人，或者是听到某一些音乐，哇，如果他弹错我就没办法敬拜，如果他唱的歪七扭八，他唱的完全荒腔走板，我就没办法敬拜。什么时候我们的敬拜变成我们必须要别人带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去敬拜神？而这也是最有趣的地方，是当初大卫在设立帐幕，他把这些乐手歌手带到这个帐幕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，他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不是要面对很多的会众，他们也不是要面对所有以色列百姓，就说来我们一起敬拜神，你跟着我们一起唱歌，没有，他们唯一的焦点就是上帝。他们不做别的，他们不会去分心在其他的事物上面，当他进到那个帐幕里面，站定他的位置，拿起手中乐器的时候，他的事情只有一件，他的焦点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。什么时候我们的敬拜变成我们需要再透过另外一个媒介，我们才能够敬拜神？这是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或许你可以往后回想，真的是曾几何时你必须要有人用音乐，用各样的方式在敬拜，用音乐在敬拜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好好的敬拜神。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。那你说，表演者到底跟敬拜者之间有什么差异？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，如果我们单纯以舞台的画面跟专业度的呈现来讲，我必须很诚实的讲说，在教会里面许多的敬拜团，不管是歌手乐手，他们的专业度是不足的。那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久了，或许我们也真的是知道说，我们不太容易找到这些技巧专业很强的人，他们又很乐意热衷，并且把整个人委身在这个侍奉里面，或许我们真的不太容易找到这样的人。但是我们也忘记了，其实我们可以训练，我们可以找到有这样热情的人，或许他们还不够专业，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更专业。就好像当初大卫找那些人，他不是找一些乱七八糟的人，他是经过筛选的。我们不晓得他筛选的过程怎样，但至少那些是经过挑选，是在他们的这个申请书上面盖上合格的，而不是你只要有心就可以。我觉得或许教会需要更重视这个问题，它需要提升在教会里面敬拜团在舞台上各个层面的专业度。因为你既然要做，你就要想办法去呈现最好的。过去两年来我一直有蛮挣扎的，因为我觉得在台湾，可能台湾吧，当然可能有些亚洲地区会比较尴尬一点，就是我们可能在因为音乐毕竟是我们的工作，那很容易在跟教会我们所谓的服事会混在一起，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分割跟拿捏。
那我觉得我这两年来很幸运的是，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哲盖，他不断在教导我优先次序的问题。那我觉得其实优先次序对很多艺术家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常会比较感性的去看很多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有优先次序后，我们才能更清楚的把事情渐渐的去分层级去看。那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就是神是一定要摆第一，神真的要摆第一。然后我觉得你尊重神，神就真的尊重你。然后我的长辈不断教导我，当然我之前还是有很多拉扯呢，因为我甚至我可能不敢跟他报告我的行程或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又会被念，然后会被更多的教导。所以但是我发现这又是另外一个功课，是我怎么在关系当中我能够在一个被爱的情况下说出我真实的感觉。那当然我觉得那是蛮两方面的，因为你可能对上是一个对下彼此的关系都是要学习的。那我觉得当我先把优先次序整理好以后，我就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该做什么，然后我不该做什么。我觉得金曼很有趣，我觉得又比公司更真实。对，里面你会有遇到很多很真实的情况，然后你必须要去遇到问题要解决。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人，可是最可爱的是人，也就是你跟人的互动，你跟我们之间个性的磨合，我觉得是最有趣。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能带出最棒的敬拜，也是我们彼此是很真实，然后紧紧扣在一起那样。对，所以最大的困难我觉得也就不是音乐，而是人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我觉得那是也是解决以后你会最对团队最有帮助，然后你也会我觉得会最有成就感。然后我觉得其实就像圣经教导的，我们表明了彼此合而为一的心，我觉得就是表明神的爱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，但是也是最大的祝福。对，那更甚的可能就是我们怎么在与人这样的彼此互动当中，然后我们又把彼此可能另外一个难题，可能就是我们目前在使用的工具跟我们的元素，你说音乐也好，我们把它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人，但是最有趣的事情也是因为人在一起这样。